这辈子我认了，我还会那么爱你。当我知道你做了这些事情，我恨不得马上把你休了。可是我做不到，你不用担心，以后我还会努力干活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还有就是。 我喜欢你，仁东，你嫁给我好吗？我连戒指都买好了，但我又不敢给你，我怕你拒绝我。仁东，仁东最近因为蔷薇时常逃避我，不敢接受我的感情。现在韩冲又跟他告白，他会不会被韩冲所感动，而对韩冲？ 想不到这些年来，韩冲对我竟然是那种感情。我先回药铺抓药。哎，郑定哥，你别走。我喜欢的是郑定哥，虽然他也一直对我表示喜欢，可是他毕竟跟蔷薇有婚约，陈家也不可能接受我。 现在韩冲对我表白，说喜欢我，更为了我离开谷家。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的伤悲，空荡荡的夜，寂寞的陪着我，等谁？以为眼泪。 忍冬现在还在药铺里，可见他一定是为了韩冲的状况在心烦。我现在进去找他好吗？万一他已经接受了韩冲，那我……守着孤独堡垒，看幸福慢慢的。 哎，你不能进去！你不能进去啊！哎，你不能进去！放开我！干嘛呀你？哎，你放开我！方先生，他这儿没你的事了，出去吧。是。 王大哥，请坐，快坐。不坐。古老太太醒了这件事儿，你知道了吧？啊？啊，相信要不了多久，古老太太的身体就能痊愈。啊，别紧张，我今天到这儿来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谷家，把忍冬和蔷薇的事情说清楚，说清楚不就没事了吗？走。 哎，王大哥，我也想去呀、啊，可是您想想，这老太太现在才刚刚醒过来，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如果让她知道这么大的事情，她一定受不了这个刺激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缓缓，这样对老太太的身体好。凭什么要缓一缓？
凭什么要还啊？当时我之所以答应替你保密，那是因为古老太太没醒，现在醒了，你就得跟我去把忍冬的事情说清楚，跟我去谷家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想去，可是你到底去不去？去去去，不过不是这时候，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，怎么跟老太太讲清楚，是不是？啊，明白。不去。什么？没关系。你要不去，那我就自己去。恐怕到时候你死的就更惨。不不不，王大哥，王大哥，不行啊！放开！王大哥，把手放开！哎，王大哥，您再想想，王大哥。事情能成啊，那就太好了。一定。王建业，你看，别叫我名字，我爹在对面呢。他要是看到我跟你在一块，我就死定了。